大家想要跟我一起玩的，记得赶快下载啊！不管你是 iPhone、三星还是各种手机，都是可以下载的，3310上面也有。这一把来个达瑞文吧。上次有人订阅说要看达瑞文的，你在吗？那位要看达瑞文的朋友，达瑞文来了。我觉得他应该在啦，在吧，在吧，迪迦迪迦。今天有连胜文呢，今天疯狂连胜，我们接下来还要一直连胜下去，等等还会更开心的。这把我希望可以打个10或20杀，10杀或20杀就可以了，不多要求。对面选了雷文加李星，两只感觉都可以打。李星过来我就剁他，雷文过来我就剁他，他们最好再选个牛过来我也剁他。玩达瑞文就是把攻击撑到最高，防装什么的不需要，那种东西不需要。达瑞文的被动什么都要改，这个被动真的蛮坑的，没有什么资质上的功用，还不如这个新的贷款。说啥呢，达瑞文的 Q 也还好，达瑞文的 Q 才多少，点满好像 85% 而已吧，就跟饭差不多。你会觉得饭的 Q 很恶心吗？饭还会隐形呢，哎咻，而且饭的之前还会暴击，达瑞文的还不能暴击。偷钱达瑞文感觉很强，有机会来试一下。我达瑞文就冲上去一斧头给他偷钱，好痛哦，别进化掉好了，再拖扣点血，我怕我会暴毙啊。太久没玩了，没事，熟悉一下就可以了，玩一场就上手。不会哦，达瑞文压线还是很强的，你看我还是时刻保持着自己的满血，我觉得是时候回家补装了，直接补一个 BF 大线，再加一个吸血装，再加一个鞋子吧。我觉得我刚刚列的那个清单可能有点买不起，那我们稍微折中方案一下，买一个吸血的，一个 BF 小剑，再加一个鞋子。队友蹲在这哦，我补过装，这波我很屌，来直接上，龙卷风来了，没闪了，没闪了，真的 nice 真的，打得好哦，对面全部都没招了，这波真的很凶，蹲了一个好位置，我觉得也是我的 recall 立大功啊。要是我没有 recall， 对面可就不会推过来了。哎咻，好，全吃。补一个暴击，先不要补暴击好了，来长剑继续塞啊！好，我这一场6分钟就满装了。没杀他，人头给我！漂亮漂亮，他是为了保证我的层数啊，差点就掉层数了，还好。要是没层数的达瑞文，那确实是很尴尬。80滴，哎呦，刀子怎么一直掉的？可恶！250层了，哦 ，TP 来了。别啊！嘿，爷爷送的金人，好，祖传金人都用下去了，我相信嘉文四世可以帮我们报仇的。我看嘉文四世可能有一个啊。好，现在比数2-8，嘉文四世虽然没有帮我们报仇，但是猪头人来了，猪头人现在黏着对面的辅助，哇，猪头人拱拱拱拱，敲死了对面的辅助，哦，猪头人横冲直撞，啥事都没发生，对面跑了，我说，没中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中了，被勾走了。好，直接硬打了，怕啥？
哎，对，怕啥？拿人头 ，nice， 快酸哦，队友。上路那个好像不太怕加文哎，我想这也是很正常的啊，毕竟他只是个加文。啊，加文被踹了，啊，加文回头一盖双杀。哎呦，看戏。哎，双杀，真的双杀了。出了一点意外。哎，不是，这真的出了一点意外。看戏看太久了，看个戏错了吗？上路打得那么精彩，身为下路的队友，我也应该帮他们加油啊。我是觉得对面的雷文有点膨胀啦，应该后面也不太需要怕他了。像这种膨胀的玩家，我们后期随便打。你们来偷吃这个小龙哦，让我来偷个。嘿，哎，我的。差一点，哎咻！哇，冲！哎呀！李星冲了进来，一脚把我们给踹死了。哇，这个这么得意啊！823站在我们家里，然后要收这个很秋的 A 文，看他能秋多久。哎，秋不了多久了，这把我的成熟是真的没用了，希望等等可以跳一下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好值钱哦。这个血有多少？这个也才2800滴。哎咻！我只要砍他10刀，砍他10刀，他就会死。偶尔暴击一下就稳了。好，目前比数9-21，对面要推下路，这波一定得守住，这波我们守住就逆转了。快守住了，我觉得只要有人开战，我们就守得住。好，开战了 ，nice！ 你看，有人开战，我们就守得住。旁边这里这个雷文吼。这个雷文被我追着跑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刚刚那个雷文完全不敢用正眼看我，因为他很害怕。我手上这两把刀出去，他那是血流成河啊！哎，我手起刀落，我突然就从下路砍到上路，砍小兵都不眨眼的。哎咻！看到没有？这个小兵就没有办法啊，就没有办法越过我啊！那个是比较大只的小兵，守门的那一种啦，无双里面守门的那一种啦，小兵长。这个也被打死了。虽然小兵不行。但是大兵是可以的。GG！ 哎呀，还是被他给越过了，可恶！啊 ！GG！ Bang！ 为啥都没有人头哎？我们砍一刀大概是1-200吧。如果一个会战可以让我砍到10刀，那个人就真的会死。